哎，对方居然主动发起攻击。看看哦，前方跟右方。舍小利保大局。真的，防御战真的超累。叮咚！哎，好久没有用这个库尔克步兵了。是刚好想到对方是从右边来的嘛，所以照理来讲，我应该要这样子摆才比较妥妥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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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一场胜仗。哎呀，居然是从右前方来，这样的话，我要把他们叫回去。哎呀呀呀呀！卡尔梅克射手，骑射手，对方没有火炮。诶，是说我们伟大的盟军还没来吗？啊，对，因为我们，诶，不对，我们伟大的盟军呢？我们伟大的盟友呢？
奥特曼帝国不见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他们自己跑了、啊。这方地这地图真的很大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地图这地图比我想象的还大哎、欸。冲啊！勇敢的霍尔格战士们，杀！哎、欸，没什么好的视角，哎呦。杀光这些老恶！哎，敌方将军又死啊，死两次。哎，不对，禁卫骑兵危险，你快退回来！榴弹炮，干，你在耍我？看到他们的大军了，缓慢的移动过来，我们得把战线推进。天哪，这地方好大哦！对方是，哎呦，哎呦呀！
这边是个要点，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守下来的话，也有点就完蛋了。哎呀！哦，他们的步兵团一队500人，天哪！哎，这是持枪市民啊！等等，
贝利翁，你看我的长矛手完全没有派上用场，嗯。哎，这个地方其实还不错哎，隘口的这个点，如果对方过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嘛，那我们就冲下去，发起突击。啊、奇怪了，我刚刚在这边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蹲啊？在这边的时候，对啊，这边应该是可以蹲的啊，可是他们没有蹲哎、欸。在这边，是因为已经被敌军发现了吗？所以就站起来了。啊！被发现了，赶快站起来！是这个感觉吗？长长的人龙，逃难啦！逃难路线，排成一队这样子，呵呵，好有效率。第一印象总是最自然的，路易十四太阳王自称太阳王。太阳王传说你，天哪，自称太阳王，好可爱哦。咔啦咔啊，死掉了。教皇国是不是很想要威尼斯地区啊？毕竟这个意大利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战不断啊，也不算是内战啊，反正就是罗马帝国那个拜占庭帝国分裂之后啊，他们就分成好几个国家了。啊噗，这个也是反抗军。哦，都是民兵哦。追吧，苏格兰队好久没有打仗了，他们都在北边跑，哎呦，出局了。好，总之我现在先干一件事情，这个事情很重要。西兰地区的这个炮兵团，还在补。这个损失很多人呢、欸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这边状况其实不太妙。至少是绕到这边，不过绕到这边好像也没啥屁用。
哼。马里兰。哦，马里兰仍然有2%的这个天主教血统，要完全的根除。阿尔及利亚，阿尔及利亚，阿尔及利亚猫，不是，是阿尔巴尼亚。我说记错了，对不起。阿尔巴尼亚大概在中非一带吧。我觉得下一回合就直接把它给收掉好了。附近还有没有敌人啊？应该是没有了。那就来这边防范一下这个奥地利的入侵呗。俩奥地利，如果我打下这边的话，奥地利一定会打过来。而且，有勇无谋啊！就有一些安安安。就只有一些亚美尼亚弓箭手就直接去打那个伊斯坦堡了，有勇无谋，有勇无谋。我还是定期给那个奥特曼帝国一些钱好了，付款10493721，哎，我按错了，10493721，勾，好，20万。对，10万块的这个补助金额应该是够了吧？好，那其实这集也拍得差不多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那看一看就先这样子吧。哎，巴黎这个地方不知道也可以撑多久哈。他们这边是愤怒哦，愤怒哦，感觉随时都会揭竿起义这样子。那看看啊，这集时间也差不多了。那么这集 Empire Total War 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吧？那挪威看看，下一集的话，挪威这个地方一定会冒出来。那我也会多一个附庸国，呵呵。看下一集法国会不会独立了？那就这样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点选一下订阅以及喜欢。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么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